我们终于哦，第二个账号终于解完，终于拿到三个欧告，也是打了非常非常多场。那我们就要准备来开箱这个八月主题活动纪念包，希望可以比原本那个账号再来得好一点。那我们先来开强化箱好了，来吧，看能不能开到一个九加六。Nice， 开到一个九加六，还不错。再来就是超中了，一样看能不能开到孙艺磊，好不好？现在孙艺磊非常值钱啊，我们看一下在哪，这里，来打包，60几亿，其实还不错。开到宋家豪跟陈冠宇跟黄子鹏都还不错，60几亿。孙艺磊、王胜伟，好了，孙艺磊这次还蛮难开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其实算开的还不错啦。我们把它上架一下，宋家豪，对吧？运气算不错，我现在这个都超难卖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